今天就是端午连假的最后一天了，那从明天开始大家都要上班上课了。而为了疏运旅客呢，高铁特别加开了三班全自由座的北上列车。这三班列车有两班从左营发车，时间分别是在傍晚5:24以及晚上7:24。另外一班则是晚上9:26是从台中发车北上。我们提醒您哦，这两班这三班都是自由座的北上列车。